上个视频小编说周深会去广州录制音乐会，看来又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了。这是周深抵达广州机场的饭拍，这次机场没有视频路透，只有照片，而且周深在给粉丝签名时反而收到了粉丝送的张颂文签名照，可以看得出来周深收到签名是有些意外的。粉丝们送周深张颂文的签名，也是因为周深之前采访提到自己最近在追狂飙，并且还夸奖狂飙非常的好看，质量非常非常好。同时大家还发现张颂文老师通过全民 K 歌 APP 还唱过周深的听我说，又是一波梦幻联动。虽然这次机场路透没有视频，但是终于看到周深再次营业，治愈了生你这几天的相思病，乃灵丹妙药，药到病除。那么周深在广州参加什么音乐会，以及与谁合作演唱什么歌曲，小编会跟踪报道。